今天名字是什么？我轻轻的尝一口，甜甜的。今日名言是，我想了一个，吃甜品的时候不要看着我们。今日名言就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难道不是看着一群帅哥做着他们给你吃的他们给你做的甜品吗？人生中。幸福的幸是上面一点是吧？对。还是上面十字架？上面是十字架。这不是辛苦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人生中最幸福的事，就是，难道不是为爱的人做好吃的甜品？难道不是看着一群帅哥吃的甜品做的甜品？这个我写不下去，你要不要写？难道不是？结果客人说，不是。